迈步突破是你亦是我，路上突变再多仍路向美望，胜利在那方，自问站了道理的一方，就合着眼勇闯，全赖你可重放，继续点火，前事随随掠过，人面匆匆闪过，全部擦过，瞬间泼起猛火，仍最终因为性能冲破，一个人如何能闯破，与敌汇聚变成河，万人同步，哪怕抵挡，如何才能醒觉，一众人无人能击破，若眼光向前齐集同一波，然生前买了两张 Amazing Girl 的演唱会票，但是我 check 过死者留下的物品，不见那两张票。原来那张是美场演唱会票来的，张票会不会有可能在他家？是啊，双人床连床褥，明天送来啦，明天有人在这里。想换床褥啊？真的不问你们啊，为什么我这么迷这几个女仔呢？因为她们人又靓，唱歌又好听。尤其是那个崔素慧啊，她连中文歌都懂唱的。她见这些小朋友不肯睡，她就唱下歌仔啊。那她唱什么歌？荷花香咯，哇！韓國人嚟噶喎，識唱中文歌。佢好似真係講過，佢唔係韓國人嚟噶。佢唱嗰首中文歌叫咩名？荷包香。最近有傳聞話你係父母喺外地領養翻嚟嘅養女，係咪真㗎？係真㗎。所有嘅舊報紙都清清楚楚影到你，唔單止有個女，仲有一個孫女。如果我冇估錯，佢就是 Amazing Girl 嘅崔素慧。何太，麻煩你俾張飛我睇睇。何韻賢 bid 嗰兩張飛係咪呢兩張 ？B12、B13 係呢兩張啊！我都係拎咗我叔仔兩張 concert ticket， 你就話我同佢死有關，離譜啲冇？我哋當然係有足夠嘅證據先敢做啦。咩證據啊？何太，你對電單車幾熟啊？我女人點會識呢啲嘢啊？係咩？但係你嗰日喺屋企唔係咁講嘅喎。你好清楚咁講出死者係想換架500cc 四氣缸四沖程嘅電單車，你講到咁專業，點會唔識啊？咁賢仔講過，我記得，好出奇冇？我哋查過，你嚟香港之前咧一直住喺馬拉嘅，電單車係馬拉人嘅主要交通工具，無論男男女女都會識揸電單車，所以你先至會咁熟佢嘅性能同埋規格。你唔單止熟，仲識揸添。你屋企个柜上面个细码头盔都系你噶？系啊，我识揸电单车，咁唔系揸电单车犯法，唔系揸电单车会杀人啦。咁你识揸，做乜又要讲大话瞒我啊？几 fit 你个 size 喎？乜原来贤仔个头咁细嘅？哦，系啊，系啊。唔识答，好，我问个第二个问题，同你屋企张床褥有关嘅。床褥，屋企啱啱有人过身，你就走去换床褥，我都已经觉得好奇怪。之后我仲去埋你介绍我嗰间专门店嗰度问一问，有样嘢仲奇怪。阿 Sir 揾到啦，有位温女士订咗张 king size 嘅床褥连床框，听日送货。呢款 king size 嘅床褥床框要早成个月前落订噶，佢几时落 order？ 9月25号。阿 Sir， 唔系呢间，嗰边先系。呢间房系我哋两公婆噶。你间房咁细，根本就放唔落一张 king size 嘅床。我谂你都系谂住将张床放喺何永贤间房度噶啦。10月21日发生交通意外，你叔仔留院两日，即系10月23号救唔翻。但系你喺9月25号就订床，差唔多系何永贤出事之前成个月。当时你又点知道何永贤一定会出事啊？你实摆都喺间房噶。唯一嘅解释。就是你一早就預知何偉賢一定會出事。不是啊，賢仔話佢會讓間房俾我哋噶。哦，係咩？但係我問過你先生，佢唔係咁講喎。佢話你哋兩個為咗換房呢件事嘈過好多次交，
直至到何偉人喺出事前嘅一日，佢都冇話換間房俾你喎。咁我就係知道佢遲早會讓我去 Fortune Teller 得唔得啊？阿 Sir， 你成日話我害死賢仔，賢仔出事我又唔喺佢身邊，我又唔知佢電單車點撞，咁我點樣害死佢啊？你有冇證據啊？你唔好蝦我喎！你對電單車咁熟，做少少手腳有幾難啊？你都幾醒啊，招數都幾高啊！我哋驗過電單車好多次，都驗唔到啲乜嘢。可惜啊，天網恢恢。嗰日我喺你屋企走嗰陣，發現到你屋企出邊有啲古怪嘢。經過實驗證實，喺你屋企外面去水渠蓋上面嘅其實係電油，係你偷偷地咁將電單車後備油缸嘅油抽走，然後仲拋埋後備油缸個掣，然之後隨手咁將啲電油袋喺個渠蓋上邊，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但可惜你今次遇到嘅對手 ，It's me。我都唔知你講咩。我哋做交通嘅，可能系一句说话。呢个世界只有车祸，根本就冇交通意外。因为九成九嘅意外都系人为大意或者系罔顾交通规则所造成嘅。咁又点算意外啊？而今次何韵贤遇到嘅意外就系人为造成，而呢个人就系你。你讲过何韵贤手车好渣，你为咗害佢先至谂到呢条绝世好桥。你偷偷地抽走架车里边油缸啲油。等佢行行下車嗰陣，發現個油倉冇曬油，咁佢就肯定停曬雞，唔知點算咧。好衰唔衰？關夫能架的士就咁啱跟住何偉賢架車後邊，就喺佢停曬雞、停低車、烏低身睇架車嗰陣，就俾個的士墮鏡撞到。關夫能冇講大話，係個電單車有問題停喺度，先至會釀成今次嘅交通意外。要負上最大嘅責任係個電單車。關夫能真係唔好彩，爭啲做咗你個代罪羔羊。咁當然。你條橋都唔係百發百中嘅，只要何韻賢當時鎮定啲，都未必會出事。我諗你個袋度都有袋住兩三條呢啲後備橋噶，講出嚟聽下。喂，做人冇咁自私啊，有啲咩開心 sharing 下啊嘛。其實全部嘢都係你估啫嘛，你冇證據㗎係咪啊？早知你咁講，呢份係化驗所有報告。上面好清楚咁指出，电单车嘅油缸同油束都有你嘅指纹，话唔定仲有抽油用嘅油泵都仲喺你屋企，上边都可能有你嘅指纹添。只要攞去化验所度验一验，就一清二楚噶啦。你赢咗佢啦！你为咗要间大房，于是就处心积虑害死你叔仔，系冇？系啊，系我害死佢噶。我衰仔根本就抵死，佢暴食懒飞，佢除咗识得洗钱同埋追明星，佢识乜嘢喎？嗰间屋啊，系我哋死鬼老爷留俾佢哋两兄弟噶。我老公先至系逼爸得，大哥细仔就一路都霸住间屋。就算我哋两个翻嚟香港，佢都唔会让间房俾我哋。好啊，马拉啊屋啊！我个坐叻啊，仲大过而家呢间房啊！我日日屈喺屋企嗰度，仲要煮埋饭、洗埋衫、服侍嗰个衰仔，我真系屈死啦！我同我老公讲，佢又唔理我，佢猛讲嗰个衰仔就咪我嚟咯，个衰仔抵死噶，佢抵死噶！黄蜂尾后针。最毒苦人心，殺咗人都咁大條道理，啲女人真係恐怖。為咗間屋佢殺人，使唔使啊？係啦，所以差啲累咗個無辜嘅的士大嬸。好彩有司馬常喺度，憑住少少嘅蛛絲馬跡就可以揾到個兇手出嚟。真係唔到你唔服。佢根本一早就知道歡姐唔係兇手，仲要專登留難佢拉佢翻嚟。咁我哋一日未揾到個兇手，循例上都要咁做嘅。但歡姐睇唔到崔素慧嘅演出啊！冷血噶佢。喂，走啦，表，睇埋個表演先啦。係你先咁 enjoy 嘅啫。你可以走啦，歡姐，我哋證實咗你係無辜噶啦。唔該曬你。雖然看不到 Amazing Girl 演唱會，不過原來咧佢哋聽日仲有個 fans club meeting 噶，仲趕得切噶。唔使啦，我對住你都控制唔到成日喊。
我去到嗰度咪斩杀丽人，会唔会？但系崔素慧，佢唔知道几时先可以再嚟噶，你一定要把握呢个机会，你唔好再令自己有遗憾啦。多谢你嘅好意。如果你真系唔想我有遗憾嘅话，你可唔可以帮个忙？上次咧，你拉人嗰阵时真系好型啊！咁其实咧，我今晚都几得闲嘅，不如完咗呢个分场之后，一齐食餐饭、睇场戏同埋乜嘢啊，好唔好啊？你唔好误会啊，其实我今次嚟系想话俾你知，我有女朋友。如果冇咩嘅话，麻烦你唔好再私信我，一于咁话。乜你咁噶？打完斋唔要和尚啊 ？Excuse me。亮得你啊！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跟踪我？我跟踪你？42寸长腿啊，梗系睇下啦。呢啲32寸，唔明啦。呢啲42寸唔啱你嘅，你搵翻你嗰啲42寸啦。一早约咗人食饭睇系直落啦，使乜你教啫？喂，话时话人个个送花，你拿盘咩嘢过嚟啊？你呢咁冇内涵嘅人咧，唔识嘅。我知啊，你唔系送俾人嘅，你帮人送嘅。喂，秘鲁。小姐到你啦，前面啦。阿先生唔可以啊，一齐嘅一齐。唔好意思啊 ，It's OK。你好啊，有人托我送盆花俾崔小姐噶。多谢，好靓，我好中意。送俾你嗰个人，佢叫欢姐，佢中意咗你好多年噶啦。不过佢今日有事嚟唔到，你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送俾佢？你啊，我用我听俾佢啦。咩？伊丽咪唔会哦。上款寫乜嘢啊？係咪寫歡姐？寫婆婆。婆婆。歡姐年紀比較大，佢可以做到崔小姐婆婆。係冇人能夠識你。哦，對，係冇人。咦？翻屋企啊？我又喺西贡食饭喎，一齐啊！我唔习惯同啲陌生人同车噶。陌生人，我等咗好耐咩？林唔系啊，喺西贡嗬。喂，欢姐，咁啱嘅？唔系咁啱啊，系 Madam 咧 call 我俾生意我做啊，你知佢好好人噶。系咩？我俾两个选择你，一自己落车，二我替你落车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欢姐，啱啱先赞你好人，你真系，你唔俾面我都俾面欢姐啊嘛，系咪？唔系多得司马长，我有排翻唔到出嚟啊！呢个时间好难接的士噶，话面有位顺路再解情啦。听到未啊？大方啲啊嘛，做下市民典范。嗯，最多我夹翻的士钱。阿 Sir 去边啊？都系西贡。欢姐。我帮你送了一盆荷花俾崔素慧。哦，同埋呢张签名相送俾你噶，上面写住婆婆。佢真系写婆婆啊？嗯。欢姐，有样嘢我唔知唔应该讲嘅。吓？绿灯啦，开车啦。咩啫？阻塞交通唔好啊嘛！阿欢姐，你嗰啲音乐咧，听到我有啲眼瞓，唔知可唔可以咧？唔系玩嘢啊！吓，听埋我讲先啦。不如听我呢啲啊吓。婆婆你好啊，我系车淑慧。多谢你咁中意我，有你呢位歌迷，我都觉得好荣幸。听嗰位先生讲，你好中意听荷花香，其实我都好中意呢首歌，可惜我唱得唔好啊。不如我哋一
一齐听一下呢首歌，当系我送俾婆婆你嘅祝福啦。你好啊，琼姐系嘛？系啊，我新嚟嘅，我叫阿欢。哦，系阿欢姐，你好。咁多小朋友。好得意啊，好活潑啊！係啊，佢哋好活潑可愛噶。不過咧，都唔明白嗰啲父母咁殘忍，丟低佢哋喺呢度。唉，咁細個咧冇父母真係好可憐噶。希望你以后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生活落去。千日烟，柳花别子变枯黄。点解你会有嘅？他跟我呢系所谓唔搭不熟。吓？韩文都唔识，文听过啦。莫道有情人咩啫？我有眼钱噶啦。唔系啊，我想话俾你知，冇揽安全带。仲有，佢嘅情绪咁唔稳定，系咪唔适合揸车咧？佢咁样会构成道路危险。作为警务人员，我哋系咪应该要叫佢停车咧？喂，搞错你赶人落车都有嘅？哇，你咩态度啊？你讲明话 share 的士钱噶嘛？我话实话，都边鬼道嚟嘅？唔该晒。Sorry 啊，迟咗。52分39秒，你有啊？如果我話我搭搭的士，俾人一腳伸咗落車，咁跟住咧等咗半個鐘頭先找第二架的士喎。哇！嚟到呢一頭，跟住又唔係好記得約咗你喺邊，你會信我個？呢間餐廳我哋已經嚟咗3次啦。你唔係認為我會相信你嘅記性變得咁差啊？最近咧有啲嘢影響緊我個腦，唔係好 function 到。你連同我 kiss 嗰陣咧，個腦都係 function 嘅。究竟有啲咩可以影響得你咁緊要啦？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肚饿啦，不如嗌食好冇 ？Excuse me， 嗌嘢食。你明知求其同我讲个理由，我唔会再追问落去噶。但系你连咁都做唔到，咁即系证明你真系有嘢啦。Hey， 你好好喺度冷静下。仲有，我希望你个脑可以快啲 function 翻。往慈雲山方向，鳳德道回蘇寧電台，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入口外，天橋兩車相撞，請附近手足到現場處理。今日講到安排，大家清唔清楚？冇問題。老實。放學之前，博士要同大家講。我收到個投訴，我想了解一下。投訴人係一位美籍華人遊客，琴日下晝3點左右，佢揸住一架租翻嚟嘅車，經過觀塘開源道地鐵站附近，因為唔識路而停低咗架車。當時咧就有一位我哋嘅同事經過，佢要求我哋呢位同事帶路，而被一口拒絕。究竟有冇件咁嘅事 ？Sir， 係我，的確有件咁嘅事。大君，我
我哋係服務市民嘅警察，佢都因為唔識路先至問我哋。點解你唔聽清楚佢去邊，你就一口拒絕佢咧 ？Sir， 我當時有教佢條路應該點行，我只係拒絕為佢帶路。你當時咪有嘢要處理 ？No sir。嗱，據我所知，佢要去嘅地方唔係好遠。如果你冇嘢要處理嘅話，點解你唔幫佢？唔係遠近嘅問題，係原則嘅問題 ，Sir。原則，我哋嘅原則只有一個，就係幫助市民。我哋警隊係站在最前線嘅公務員，我哋嘅一言一行亦都好直接影響到香港嘅整體形象。咁少嘅事都幫助唔到一位遊客或者一位市民，大軍，你覺得咁樣有冇問題 ？No sir， 我淨係知我哋唔係起於大位。如果人人都唔識路要我哋帶，我哋將會好唔得閒。Susan， 你點睇 ？Madam， 你都講句公道話。講到邊度啊 ？Boss， 不如你俾啲時間我，等我諗下睇下點樣回應。Sorry 啊，頭先有啲失魂，下次唔會噶啦。再諗緊一件事。唉，自從你講咗俾我聽之後咧，我唔知點解成日都諗起阿威啊。件事咁大反差，我真係需要啲時間消化下。我明嘅，啲時間好難適應。講翻公事啊，我覺得阿君冇錯噶。我哋做交通嘅職責就係維持道路嘅安全同埋暢通。如果啲司機個個都話唔識路要我哋帶嘅，咁咪會阻礙我哋執勤咯。我撐阿君啊！我都係咁諗，但係博士咁堅持，我哋點都要俾個交代。平時阿博士就成日坐喺房度做 paperwork， 根本就唔知道我哋前線嘅難處。不如試下俾機會佢出下更，等佢了解一下民情，咁咪知道我哋有幾難做咯。都有一個方法。咁我而家過去同佢講啦，等我好消息。对唔住，博 Sir， 系我错。咩事啊 ，Susan？ 系咁嘅，我身为士砂，冇好好疏导下属不满嘅情绪，搞到阿君咁燥，顶撞咗阿博 Sir。希望你唔好怪佢，要怪怪我啊！对唔住。诶，冇事喎 ，Susan。阿作文上司咧系需要体谅下属嘅，不过可唔可以话俾我知，究竟佢有啲咩嘅不满呢？我不嬲咧，都知道阿博 Sir 你系体恤下属噶啦。其实系咁嘅，可能我太耐冇揸铁马，冇好似佢哋咁出下更，了解一下前线嘅辛劳，更加唔知道佢哋出更嘅时候遇到嘅难处啊，所以咪搞到啲怨气越积越多咯。冇错，喺警队嚟讲咧，士气系相当之重要嘅。Susan， 我知道你忙啊，但你有时间都应该应下佢哋要求，揸只铁马出去立下更，咁样就可以拨乱反正啊嘛。哎呀，自闭，而家佢哋嘅怨气已经去到临界点啦，我做咩都冇效啊。咁大件事？阿博 Sir， 我谂到一个办法，但唔知阿博 Sir 会唔会反对？坐低慢慢讲。即系咁嘅，我知道阿博 Sir 你咧虽然身居要职，但系为咗做好呢份工咧。仲不斷咁進修自己，你係咪凡係有碌嘅牌都考咗啊？咁你都知嘅，我啱啱連貨櫃車牌都考埋，俾個牌你睇下。啊，得，唔止我知啊，直頭全個環頭都知啊。試問有邊個大 Sir 好似阿博 Sir 你咁身體力行、新鮮事出、做到老學到老啊？你啲威水師啊，邊個唔知邊個唔傳啊？出面啲人真係咁睇我咩 ？Sure 啊，阿博 Sir 你喺我哋心目中地位啊，係好崇高嘅，個個睇你頭啊。Really？ 所以今次咧，真係要靠阿博 Sir 你啊！我點樣可以幫到手咧？即係如果阿博 Sir 你咧，可以揸個鐵馬出去執下勤、立下更，做個完美示範俾班細嘅睇，等佢哋知道乜嘢叫做盡忠職守、為市民服務，包保佢哋個個冇聲出，而且士氣仲叭叭聲咁升上嚟。嗱 ，Susan， 你呢個提議咧真係相當之唔錯。好，就咁決定。咁就咁決定噶啦喎。嗯。啊，系啊，博 Sir， 仲有一樣嘢啊。嗰班細嘅咧，成日講點解警察部咧咁多部門都有阿公電話，就係唯獨是我哋交通部冇。如果阿博 Sir 你可以為我哋爭取埋咧，咁啊真係 very good， 佢哋更加服你啊。放心，我下次開會嘅時候一定會為大家爭取一個阿公電話嘅。我 ready 噶啦，幾時可以立更啊 ？Yes sir。
盡快安排嘅咯。嗯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哋睇你頭。嗯，我出去做嘢。好。Boss， 使唔使我幫你手 check 車啊？唔使，做事都係親力親為好啲。哦。隧道應該得快嘅。啊！呢度啊 ，Boss。哦，唔該曬，小揸生疏咗添啊！头盔唔可以摆地下噶，点解咧？因为咧，因为地下污糟啊嘛，啲女仔啊零舍滋整噶 Sir， 干净啲系好嘅，不过做得女警咧不能太过滋整，明冇 ？Yes Sir， 做咩人俾我讲啊？大 Sir 嚟噶，你督爆佢想死啊！啲头盔响 siren 样样齐，同我新珠冇乜分别。不知民间疾苦系咁上下噶啦。今次佢仲唔中曬我計？我諗佢連 cap 帽都唔捨得戴啊！今日咁晚太陽曬到頭頂出煙啊！咩同？睇你個樣心涼到啊！一陣到上，到上。你咪玩啦！你知我唔驚佢嘅。啊！我翻出去做嘢先啊！啊！到上。先生，有咩幫到你啊？啊 ，policeman，thank God。其實你真係會唔會肯幫我先？當然啦，我哋嘅工作係服務市民噶嘛。Great。咁其實咧，我啱啱喺外國翻嚟嘅，咁我想揾嘅朋友，但係我對香港呢啲路唔係好熟嘅。其實你可唔可以帶我去三杯酒大石村啊？當然可以啦，等我帶你。Thank you。博士，我哋巡邏緊噶喎。呢度去好近啫，嗱你巡住先，我轉頭翻嚟揾你。誒，唔好揸太慢，我驚你跟唔到。Sir， 我哋兜咗差唔多成个钟头噶啦，仲要兜几耐先至到啊？差唔多噶啦。差唔多，喂，你半个钟头前都系咁样讲，不如你问下人啊。如果你唔系好识路，等等下。电台二十 calling， 确实二十，请讲。我而家去紧西贡三杯酒途中，怀疑荡失路，要求支援。Over。你可唔可以讲出而家正确嘅位置啊 ？Over。我而家喺条不知名嘅公路上面，特征系左边系海。右边是山，廿五条角。Sir 啊，你望望附近有冇灯柱，几号 number？ 二十 Roger， 等等。阿 Sir， 究竟要等几耐啊？应该好快嘅啫。唉，早知唔使你带路啦，嘥神我啲时间。嚟啦嚟啦嚟啦！大军 ，Sir。我幾驚你找不到啊！有燈柱有 number， 就自然找到噶啦。D Sir， 有山洞有海，你咁講到處都係都難揾嘅。先生，咩你啊？上次嗰位先生就係佢啊！好在佢唔係我大佬啫，如果唔係蕩失路，確可能係佢。先生，麻煩你而家跟我，我帶翻你出大路。好啊，好啊，唔該曬。
投訴，話事主喺報警之後九分鐘之內，我哋到達唔到現場。經過我了解之後，我已經向事主解釋翻，因為附近當時大塞車，所以我哋遲到咗兩分鐘。最後事主都接受咗我嘅解釋，但大家要記住，我哋要喺九分鐘之內到達現場嘅承諾，盡力做到。Yes, madam。阿博 Sir， 你係咪話有啲嘢要補充？嗱，各位。我明白大家在前線巡邏，要孭住呢十幾磅嘅裝備，仲要騎住只咁重嘅鐵馬，已經相當之辛苦。再加上香港嘅路面情況咁複雜，周不時遇到好多突發嘅事件，大家嘅身心都受到好大嘅壓力。我喺呢度衷心咁讚賞大家，同大家打氣，希望大家一如以往，盡心盡力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。OK？ Yes sir。其實咧，我真係知道大家辛苦嘅，所以我下次同上頭開會嘅時候。一定會為大家爭取一個瓦工電話。Thank you, sir。佐東文昌街有大量車輛違例泊車，總台 calling 十一。太子文州街近白洋街有單 T， 連台 calling 六。長沙灣長發街有單 TADO， 請到現場跟進。最近收到多宗投訴。我在新蒲崗著陸街一帶有不少違泊的電單車，功夫妹到吧，你們掃街的時候留意一下。 Yes madam。 今天1730將會有幾位立法會議員去深水埗落區進行巡視探訪，大洋阿君，你們兩個負責護送和維持現場的交通秩序。 Yes madam。 最後今晚20開始，我們會聯同新界南新界北的交通部同事進行跨區反飛車聯合大行動。咁我哋因為呢邊人手唔夠，所以阿賭 Sir 都要出動。賭 Sir 就要負責揸隱形戰車，你嘅 partner 就係 Madam。Yes。如果可以嘅話，我想做賭 Sir partner。原因呢？跟佢學嘢。你兩份 report 都未交喎。放心啦，賭 Sir， 啲 report 我仲爭少少手尾嘅啫，一定會如期完成，冇問題噶。有冇問題唔係你決定。係由我決定啊嘛。好，我接受你嘅請求，安排你做賭 Sir partner。Thank you, Madam。因為今日人手唔夠，其實我都會出動。負責睇 roadblock， 原先我都係諗住咁樣安排嘅。大良大軍，深水埗嗰壇嘢搞掂之後，過嚟幫手。Yes sir。大家明白曬自己嘅 tasking 啦嘛？呢個時間 fall out。Yes madam。咪住，如果人手唔夠嘅話，我可以幫手喎。不如咁啦，俾架隱形戰車我揸。你？梗係啦，我手車唔錯嘅喎，你信我唔過？哦，當然唔係啦。即係如果揾阿博 Sir 你揸隱形戰車咧，簡直就大材小用。其實我諗住咧邀請埋你去深水埗招呼嗰班立法會議員嘅，你知嗰班立法會議員幾咁尊貴啦？呢個咁重要嘅任務，淨係阿博 Sir 你先可以升任嘅啫。講得啱，好，班議員交俾我。Thank you sir。望住我做咩？望住我冇用嘅，望住条路啦。Sorry sir， 我第一次拍你有啲紧张。你又话要跟我？老Sir，佢好明显超速喎。艇仔嚟嘅啫，喺度试水。你又知道系艇仔？经验。29 cent，九龙湾大业街往伟业街方向有两架艇仔试水 ，over。都系今晚，佢哋都系想玩转成条九龙公路。你連他們去哪裡飛車你都知道啊？做了咁多年。賭 Sir， 那我們是不是用布袋戰術去對付他們啊？剩下那些大車未來呢，我們是不是要快點催下他啊？做足功課。我是時不時都會 ready 自己的，賭 Sir。現在不是考試，做足功課不代表一定拉到人的。所以我就問多一點，稍後你想我怎樣配合你啊，賭 Sir？ 一陣大陽過到來，你跟 Susan 去 set roadblock， 這樣就是最好的配合了。點解我唔可以跟你啊？咁啊，你第一次，我怕嚇親。我唔驚喎，賭 Sir。我驚啊嘛。
快，架車仲咁定，我手車唔錯啩？知唔知點解行到咁快，架車仲咁定啊？你技術好嘛？呢個句自然係啦，但未係真正答案。咁係咪因為引擎馬力大，車身夠輕啊 ？Right， 引擎馬力大同車身夠輕係缺一不可嘅。Adam， 你想講咩啊？呢次行動，島上佢哋就係引擎，我哋支援守住 roadblock 就係車身嘅重量。如果兩者互相唔配合，就發揮唔到最大嘅功能。邊個做前線，邊個做支援，一樣咁重要，根本就唔需要介懷。Madam 啊，但我真係好想做島上嘅 partner， 得到佢嘅認同㗎。呢次嘅行動，島上係做指揮官，你連最簡單服從上司嘅命令都有異議嘅，講咩做 partner？ Sorry Madam， 我真係心急咗啲。想做佢 partner， 慢慢捱啦，靚妹。今晚俾你见识下我哋名震江湖嘅布袋战术，而家喺其中一条分叉路度进行封路。我知啊 ，Madam， 我哋只要 block 咗一条行车路咧，就可以将嗰啲飞车逼入去我哋将会围堵佢哋嘅地方。但问题啊，醒啊，一阵间行到嗰阵咪陀衰噶。Yes， Madam。廿三，有两部飞机观塘绕道向启顺道方向驶紧过去啊，速度相当之高，大家啦。Roger， 收到啦，啲飞车嚟紧。如果陣間佢哋衝 block 嘅，自己執生啊 ！Yes， Madam。島上嗰艘車仲勁過閃啊！你而家先知啊？島上嗰艘車啊，喺交通組啊，佢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啊！差旗安定咗岭湾，向宏光街驶去，大家啦！差旗沿伟业街向林庆街方向驶去。我哋已经同廿五号入咗，差旗而家沿启兴街转入林泽街。向长业街方向驶去，我哋同廿五一长业街分开包抄他嘅，附近手足帮手清路。我哋已经逼咗他嘅入城封道，附近同志准备截佢。岛上，你哋呢个无敌铁三角果然宝刀未老，天下无敌噃。小 Sir， 你咁讲即系话岛上老啫，岛上仲几 fit 啊？小 Sir 唔系咁嘅意思，不过如果唔系你哋配合得咁好咧，一定俾架飞车走啦。仲有啊，如果唔系我亲眼睇到啊，我都唔知岛上手车系咁烂。你啱啱调嚟唔知咋？佢哋三个铁三角拍住相，又边次拉唔到人噶？咁你讲嘅系事实喎，我哋唔怕影噶，岛上啊！仲記唔記得當年孟非衝破窿，仲撞冧兩隻鐵馬，足之咪傷我哋手度。頭搖又尾擺嗰陣噶啦喎，咁咪真噶嘛？男人講嘢邊有我哋份啊？走啦！翻嚟啦！點解你咁夜都唔瞓嘅爹哋？呢場咧係把比大賽嚟㗎，好精彩嘅。爹哋唔瞓都要睇啊！你幾時中意睇波啊？你唔係不嬲都話廿二個人圍住個波踢嚟踢去，好無聊嘅咩？你聽佢講啊！你今日第一日參加行動啊，佢擔心到瞓唔著就真。又話留咗啲湯俾個女，仲唔快啲慶熱佢？係喎，你肚唔肚餓啊？我仲有餸啊，整翻熱俾你。唔使啦，媽咪，我飲湯得啦，唔該。好啦。杯心柔，冇嚟神氣咁嘅，今晚行動失敗咗啊？唔係啊，行動好成功喎，所有飛車檔都拉曬。咁唔關行動嘅事，咁即係關你本身嘅事噶啦噃。咁係咪做錯嘢俾人鬧啊？
冇，只不過係唔知點解咧，頭先無啦啦，董 Sir 就叫咗我過去守 roadblock 喎。咁我又乜嘢都冇幫過手，好似好冇用咁啫。哦，原來咁樣啫，係嘛？咩原來係咁啊？我原本同董 Sir 係 partner 嚟噶，跟住到起屋嗰時，佢就掟咗我過去守 roadblock 啦。咁擺明就係睇小我咯。嗱，做人唔可以咁武斷噶噃，你始終都係新啊嘛。你第一次參加咁大嘅行動，佢派你留守安全嘅位置，等你了解成個行動嘅程序，佢咁決定冇錯噶噃。咁你係男人啊，梗係幫翻男人噶啦。我就話賭場根本就係睇小我哋呢啲女人。No， 完全唔關性別嘅問題。一齊拍檔做嘢，最緊要嘅係信任。而信任呢樣嘢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建立得到。佢連個機會都唔俾我啊！你仲新啊嘛，作為一個上司，佢有責任睇住你。萬一你喺行動當中受咗傷，你都唔想佢分心為咗照顧你拉唔到人，炒禍成個行動嘅。唉，咁我真係唔知等幾耐啊，先可以做到佢 partner。唔係咁講嘅，嗱，好簡單啫嘛。嗱，你睇下呢個新人。啱啱喺預備組升上嚟冇幾耐啊！頭先咧，佢啲隊友傳咗啲好靚嘅波俾佢，但係個空門都射唔到。咁下次啊，想俾人傳個波俾你就難啦。你想講咩啊，爹哋？我想話俾你聽，要得到 partner 嘅信任，唔在乎你踢波踢咗幾耐，係新人定係舊人，最緊要睇你配唔配合得到，入唔入到個靚波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想得到賭帥嘅信任咧，首先就要喺佢面前做啲成績俾佢睇，俾佢知道我係有能力嘅，係咪啊 ？Right， 26998，你係咪真係明白？我明啊，爹哋。好快咧，我就會喺你同埋賭帥面前射球超級靚嘅波俾你哋睇，好唔好啊？好。你哋兩父女預備去踢波啊？得唔得㗎你？梗係得啦，媽咪。咁咪得啦，嚇。唔該。买部突破是你亦是我，路上突变再多，仍路向美望，胜利在那方。自问站了道理的一方，就合着眼勇闯，全赖你可重磅，继续点火，前事徐徐掠过。